是这个 LOL 惊喜配件发泡球第二弹，我这里有24颗，跟妈妈一起开。它里面有附纹身贴纸，我们从这边它一样会有这个箭头让你知道从哪里开的，它这边有箭头可以直接这样撕开来，它这里也有箭头可以撕开。这里面有说明书，是告诉你有哪一些配件。第二层，我想抽到香水。哦，这里面有一个像纹身贴纸吗？你是说这是纹身贴纸？对对对，哦，这是纹身贴纸的小戒指，就是可以第二粘在手上当戒指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贴纸，外面还有一层膜，撕开来里面才是可以泡的。哦，我的这个是粉红色的泡澡球。那我们先把所有的泡澡球都撕开来咯。爱心的纹身贴纸，这个是浅绿，刚刚得到的是深绿，它绿色有两种颜色。哦，第一次抽到这个颜色，哇，漂亮哦！这算是我们拆开的泡澡定格贴纸，有这么多。宝宝，你们在玩水吗？订了很多泡澡球哦，你们想玩吗？好玩好玩，一比玩水玩水，金钟金钟啊！我们订泡澡球来了，啊！哦，是快递，这是你们订的巨大泡澡球吗？对呀对呀，这需要两个人搬哦，因为这非常的重。谢谢，走喽，拜拜。哇，也太大个了吧！我们一起搬吧。那我也来拖，等一下我们才能一起泡。耶，赶快丢，我们等不及了。OK， 3、2、1。哇！哇，好舒服啊，好香！哇，真是太好玩了，还有一颗，来来来，神如意。保护出来了，耶、yeah, ！我得到杯子，好可爱！哎呦，我可以装水，哇、哦，好好喝的样子，可是不可以喝。保护要出来了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咦，耶比！耶，我得到奖品了，哎，不公平，我也要。好，我拿下一个来，3、2、1，不了。拍立得，我们把水换好了，可是我们还想玩泡澡地。对呀，很舒服。我刚刚上完订了一个超大的游泳池，应该很快就来了。叮咚，呜、哦，来了！这是你们叫的超大游泳池吗？哦，对，这个超大游泳池，快递小姐，你想不想要一起玩？耶、yeah, ，对呀对呀，我超想玩的。宝宝呢？哇，第一颗孵出来了，是什么呢？纸，不知道是平底锅还是钥匙。第二颗孵出来了，篮球。哇，漂亮！我们变彩虹游泳池了，有东西孵出来咯。哇，汉堡从水里面跑出来，哇，水里面长出薯条，哇，薯条汉堡，哇。里面好多吃的，迷你 LOL 蛋超可爱，又来了一瓶。
锅的东西。又来一个重复平底锅，哇，超重平板，超重一个杯子，又来了一个平底锅，出现了一个手提包，重复的 LOL 袋，重复的杯子，不同颜色的手提包，粉红色的拍立得，又来一份薯条，另外一半的爱心，所以爱心和爱心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巨大抛转球跑出来的宝物。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很有乐趣，只是有时候会抽到重复。我建议一次泡一颗，不然它颜色会变成那个全部混在一起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ew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